结局总是自己写的，媚娘宁可拼命也绝不认命。除下你的面具。这深宫侯廷就是一个舞台，台上台下皆是戏，没有人能置身事外。这后宫便是世事无常的所在，痛痛快快地唱一出属于自己的好戏吧。莫问前程凶吉，但求落幕无悔。